也就是跟着水岸能够串联重大建设，发展水岸的油气以及推广绿色人本的交通。首场政见发表会，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抢先端出建设牛肉七大计划，除了抛出西区门户计划 2.0， 更主攻观光，誓言打造媲美巴黎左岸的台北右岸。城南罗斯福计划，因为如果从台北车站跟着捷运交通往前走，大概就会走到罗斯福路。那罗斯福路也是台北市很重要一条主干道。这是不是一个大傻逼，或者只是撒了钱之后对大家没有帮助？那可以大家来讨论。北市萨卡都选战，各阵营不止比拼政见，也要争取最大支持。日前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透露，三个参选人都找他站台，但现在只要站一个就得罪两个，为表态力挺子弟兵黄珊珊，引发外界橘白心结联想。亲民党跟我的关系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这里总部有两位伙伴是亲民党的干部，所以私底下有给你鼓励过吗？所以他连干部都推过来了。您这边有来找宋楚瑜帮忙站台？我们当然不是，我们跟宋先生去请益。北市选战竞争白热化，不只得端出政策牛肉争取市民认同，有各方澳援也是胜选关键。欢迎新闻林婉瑜、陈之学、张正杰台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